虽然我这个人其实就唱歌的时候看起来很悲伤，但我私底下是一个抽烟喝酒啊，疯疯癫癫啊，觉得表演越脏越乱越好看的人。台湾创作才女张悬首度来马开唱，一个人两把吉他，她自嘲自己用阳春的方式在为歌迷唱歌。对于这一场由大马歌迷自发承办的音乐会，感冒上阵的她也打趣地说，老卢赔上一条命来办表演，自己就交出半条命来唱歌。给人文青形象的张悬当晚也长篇大论地和歌迷分享他的社会价值观，表示整个亚洲变化很快，很多问题正渐渐地浮上台面。他更寄语大马朋友说，革命不会马上有结果，也永远没有输赢可言，并祝福我们的年代。